队长，找我。在干嘛？叫你那么久啊？没有，我刚刚在写东西。在写什么？啊！队长，怎么了，仁杰？看你这么慌张，是不是有东西不见了？是，是不是这么笔记本？是。班长告诉你，你要记录生活，班长没有意见，但是不要把军中的失误一并写进簿子里。光是知道我们哨所位置及口令，对我们造成的危害，就是你无法想象的。良好的保密习惯，是由平常一点一滴养成的。下次这种错误，绝对不能再犯。是，谢班长。我没想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对不起，我绝对不会再犯了。